看看新闻网。卓琳、蔡依林发行演唱会 DVD 了。10月18号的晚上，卓琳别出心裁，在台北邀请150位歌迷坐上了皇后号游轮，和大家一起开心的 party。原本呢，打算让媒体美美的拍一些照片，当天却遇上了一个小意外，不止卓琳自己吓坏了，还惊呆了现场的媒体和粉丝小伙伴们。请跟我们媒体朋友跟歌迷朋友们打声招呼。身穿粉红荧光色上衣的卓琳，当天扎着金发辫子，大秀长腿。卓琳现场拿着烟火拍照，谁料一不小心竟然提早点燃炮台，然后慢慢的再往中间移动。不小心碰到了啦！卓琳当场吓到脸色发白，幸好只是彩带，不然就要苦了现场的媒体和粉丝小伙伴喽。停下来，然后就一直晃的时候，就会感觉有一点，会有点晕。当你回来陆地上的时候，会有一点站不住了这样子。因为晚间风浪太大，脚踩高跟鞋的蔡依林一度站不稳，才导致失误，提早点燃炮台。不过现场的粉丝们当然是不会介意的啦，他们可是卓琳的坚实后盾呢。私底下歌迷他们都会在，比如说，网络上面都会自己庆祝啊，或是说会写一些 message， 就是10月19日这一次。要知道，卓琳的第一张国语专辑《卓琳1019》就是发于1999年的10月19日这一天。每一年的10月19日，粉丝们都会自发庆祝。一晃已经过去了14年，有这样贴心的歌迷陪伴身边，卓琳你是有多幸福啊！娱乐新天地，卓琳和歌迷都超幸福的。台北采访报道。